Hello, Sammy. Hello, 是丽。我们是阿咪安多丽安多水。今天要问一个大灾问：台湾女生在日本夯吗？夯吗？夯吗？最近真的是台湾的啦啦队超级夯，因为十几年前我们来日本嘛，很少人会主动跟你说我喜欢台湾的某个某个女星，非常非常少，因为刚好朱若瑄过了。对，就算正红是在更前面的时候，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处于一个没什么台湾人活跃于日本的状态，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觉得说什么什么台湾人很好。可是最近真的是拜台湾经典赛啦啦队女孩，而且甚至在经典赛之前就已经蛮多人发漏了。我上次去台湾出赛的时候，我的上司还特别照了君君的广告给他的下属，因为那个人就是英娟范，还有林香，反正就是真的啦啦队，大家都觉得怎么这么香。君君的脸型就是日本人很喜欢的，对对对，那个有点蓬蓬蓬的、圆圆的，像红大紫巴沙那一种。对对对对，然后有点圆圆。就是台湾淘汰那天，没错，引起日本推特网一片哀嚎，哀嚎我们他们不能来日本了，好失望哦。比那个球员还另外一方面还有 Twice。周子瑜也是需求无等无极，你知道，因为现在可是我的台湾真的很红啊，可是我的同行都比较红，欧巴桑跟我这么说哎、欸哦，那所以其实我经常跟欧巴桑喜好都是一样的，对对，就是我们同事里面好像有一群很爱韩团的欧巴桑。他们就会跟我说子瑜真的很可爱，说真的、啊、所以呢也因为台湾女生的活跃导致全体而言好像觉得台湾女生是不是还蛮正的，就会造成一个这样的印象，没意的误会、没有了耶，你就这样直接然后我想说没有，我才不要卡掉，我就要被转，对，你就转，他会听着我说没关系，他大美人，对，他可以讲，我就想说 Google 一下，打台湾女生，台湾 Jose 空格，后面会出现什么？后面我跟你讲，我念给你听。好，卡哇伊，可爱，卡欧，脸，性格，个性 ，line， 对，然后会出现卡路里，就是好像，可爱，可爱，可怕，面倒くさい，麻烦。可以空阔凯，就是后悔结婚，以及瓦嘎妈妈啊，任性，好像都蛮合理的。对。然后台湾女生正妹多吗？就这个迷思，我们觉得可以讲。我是看日本男生写的文章，然后很多人说日本男生是觉得台湾女生可爱，是因为台湾女生肤白。然后轮廓深，身材好，这个是很多人异口很常听到。因为本来统计数据来说，台湾人就是比日本人高，对，比较高。日本人真的很比较矮一点，男生又五五身，然后又，你今天是引战嘞、欸？你好引战，我只是说一我五身有一点惨嘞、欸。快点，没有，就是比较娇小啊、我要好好聊天，好难接，好好聊天，比较娇小，是不是？应该说，我也是，比如说我可能去试穿衣服，你们是不是也常被店员说，哇，你们腿很长，长版的裤子，宽裤啊，他们就是说，哎，这个长度是大家都要改的，你穿刚刚好哎、欸，这样子。你怎么还会一直说，就是台湾女生腿好直？因为他们其实有腿弯的问题，哦、对他们有弯腿问题，因为他们走路内八嘛、已经很多人分析，我们就不赘述了。对对对对，还有很多人真正还认真分析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皮肤明明就是日本女生比较白啊。没有，他们是伊洛基咯，他们好像是以为先有一个既定印象，以为台湾是南国南方人，所以可能会皮肤黑，所以那个反差来讲就觉得皮肤白为的白多的。OK， 对，他们分析我觉得还蛮好笑，有一个就是血统嘛，就是台湾有原住民血统，对，然后日本人知道的美女其实也蛮多都是原住民血统，还有过荷兰。就是有一些人有荷兰人血统嘛，还有西班牙，就是我，我其实有荷兰人血统，其实蛮多血统，16%，对啊，其实还蛮多的16%，真的。然后还有人说，因为台湾人吃很多豆类，就喝豆浆跟吃豆腐、豆干、黄豆有那个，可以对，台湾真的豆制品很多，豆腐、豆干，日本比较少，因为日本就只有高野豆腐、臭豆腐，对。
很多正妹这件事情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定论。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的正就很微妙了，审美观对就不一样、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做过台日本男生的分析、嗯、日本男生觉得的正跟台湾男生觉得的正是不太一样、嗯、而且甚至还有一些文章是说你们会去台湾的人很多人会感到失望。我也遇到有人跟我讲啊，我看过有个频道一个日本男生呢、啊、他的老婆是台湾人，然后他也是说他以为去台湾会看到路上很多徐若瑄，后来发现不是，所以他就觉得怎么台湾女生比较不打扮，所以他很有可能落差变得很大。对，就是你完全靠本体的才调的话，那当然就是正的就是天生正，然后一些比较天生不怎么样的话他也不会被 cover 掉、嗯、所以就才会造成大家觉得以为满街是美女，但好像很难看到美女。我还有被问到啊，就是因为他们要去台湾玩，然后就第一天到很失望，以为路上都是阿美女，然后就说还特地传没有，然后我还很不好意思，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晚一点出门，因为他们都很早出门。你说晚上看暗暗的比较美吗？就是晚，因为正妹晚上会出来、哦、对辣妹都是晚上出来，不然你要不要晚上再出、嗯、那晚上有好一点吗？晚上后来他们就去 clubbing 就好一点、哦、clubbing 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穿的很辣的，而且又很黑 啊看不清楚啊，氛围是好的没错，所以正不正说真的是因人而异、yeah! 你在日本的话你反正也不会硬要去认识台湾人就对了，对，顶多如果他认识个台湾女生会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还蛮有趣的、嗯、这样，但他不会因为你是台湾人就特别想要认识你，一般来说。但是一方面又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很哈台湾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了。我的前辈他是一个就是会讲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忽然用中文跟你对话，但是想要跟你变熟，你知道这种时候真的是我反应不过来啊，很尴尬，而且重点是还有可能没有讲得很好，他就会跟我说很想要交台湾跟中国的女朋友，觉得台湾女生很亲切什么的，看得奇怪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哈我，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因为太日化了，对，我失去台湾女生的淳朴感，你说的很对。他那天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很明显的想要追我一个其中朋友，然后那个朋友比较没有那么日化，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你，他真的就比较不日化。Oh, OK， 对，但他已经有男朋友了啦， okay. 所以当然他也没有要理我那个前辈，就对。但我们就很明显感觉他就有点像在对我那个前辈献殷勤这样子。对，你周围有这种人想要交台湾很多啊？他们你可以归类，像我这个前辈，我就觉得他好像比较想要那些淳朴的感觉。就是，但是其实英文也说，他就说很多人会有，没有，因为日本女生太完成了啦，完成感太高了，他们就是想要一种所不顾的感觉，就是即使是野味这么正，但是他自然还是有一种自然的，比较自然一点，就是未完成的感觉，对，就是没有做的那么野花，对，就是不是 Ikebana 啦，日本女生都是 Ikebana， 你知道日式插花，它全部是要照格式插的啊，所以日本女生就是它是照格式长出来的。他从小就知道说他头发应该摆哪，他手应该摆哪，这样。但是台湾女生不会这样，台湾女生大啦啦笑啊什么的。对，所以好，可能是想要野味，野味想要来一下野味。我也不能说到底夯或不夯，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行情小众，对，在小众里有行情热的，是的。我是要跟大家警告一下，因为要是我的话，如果你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就接近我，会觉得有点可疑。对啊，因为我也不希望嘛。对，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只是台湾人然后就喜欢我，因为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是一个谁什么人喜欢他。然后网上真的一大堆分析台湾女生个性的文章哦。第一个非常被常说的就是阿卡路伊，开朗。请问你们是不是常被说阿卡路伊？是啊，你没有吗？我想一下，应该有吧。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们你在台湾有被说没有阿卡路伊吗？没有吧？没有，我没有。而且你会想说，所以我超级怪，多么的不开朗，我觉得好奇怪哦。没有，我真的跟太其他人超级不开朗。对啊，真的不太开朗。我是觉得很无聊，是真的。